他就是逻辑不好，因为我知道不是他赶得出来，他说是不是他请假？市长姚人多说你跟吴祥辉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这个他就是逻辑不好，因为我知道不是他赶得出来，他说是不是他请假？我也知道姚人多不会干这种事。但你昨天的说法会被人家觉得好像是在直指姚正宇，这样哦？人家听不出来是开玩笑啊。没有，不是开玩笑。不过这样的，最好是就是这样的啊。现在去追查说啊，这幕后的金主是谁嘛？我也不认为说会有人拿100多万去看一个广告，不让要演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提姚人多？昨天这样子等于是暗示大家，就是说这个跟姚文智阵营有关系。这样吗？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吴祥辉自己在做的，因为我也认为姚人多不会干这种事。所以那昨天是讲干话。那你为什么要酸他？This is a good question. 像因为吴祥辉被解读是姚正宜的好朋友啦，那因为现在姚正宜是有点要切割，你觉得针对好朋友这件事情，各阵营到底有办法完全撇清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打选战的就知道，猪队友常常比好朋友更多。